遇到的挺多。因为收入没做过出来，基本上就没有。那谁做呢？啊？这是哪个群？投资项目，这么难？我走，那干不走了。可以可以可以。怎么样？谢谢姐姐。啊，聊天。我问你，我说，那都不在整的些，今年拿起飞奖了，够了。不够你我发的，你说俺去年给我这礼一下七个，这已经涨钱了。涨钱的，我操，那还在涨呢，应该涨的。涨了，全是20.03亩。20.03亩。嗯，我算的它是一下七个。靠，四股的，俺要那直接投个吧还。你算的黄浦林，你黄浦算的你。这不正好春山还结缘，还有。刚结缘。十一月。15号。那天我回去，那天我回去换句话说，你今天背这点，或者说这是咱主办。哎呀。女生。不得劲。不是，他如果要是上话，春山的。他得等到五到那时候才来。非常等到时候才来。哎呀，用不着啊，就是那心那尿一点，那家伙没有事。那下卖的去了，不得劲。去了怎么样？去了，怎么踢啊？就我告诉你，你呢，就是说，你踢他后面，他踢你前面，你踢一下，他踢一下，头发就这样踢好了，就这样上去就可以了。那你很简单的，很简单，这个踢。我本身为了媳妇能够先做上一个人，是吧？对吧？你踢他后面，你踢他后面。他踢你前面，好吧？
没关系的，就是说，反正剃掉嘛，就是那。我自己剃给你。哎，你。他来剃。你剃一下，他剃一下，还是你先下剃，你可以，你。我不会呀，关键是。你不会，我教你。啊，就这样，上去了，就剃到头皮上面，上去了。不是，我不敢。不敢。你剃不行啊。没关系，不剃就行了吗？这个说。你剃不行，他们不会剃，肯定。不要的，这没什么。对吧？啊、你自己剃啊！啊，你自己剃了，剃着头，剃着它，剃着它。你剃不行，是吧？好不？不要剃，不要剃。啊！你剃不行啊！你剃啊！我也在剃，我不敢动啊。就近一点，往那口近一点，你往那近一点。啊。拍的照片能给我们几张吗？啊，可以，可以、啊。嗯，那么我帮你拍一张漂亮的照片。哦，这里面拍两张。行，先把它给摘下来。不要，这不要紧。不用摘。先摘下来。不摘下来。啊，先摘下来，对，先摘下来，后面不要摘了，哎哎，对。你把它留后面去就行了。嗯，就这样拍的，两个人漂亮一点。记在一起。没有了，听完了。来，漂亮点，好看一点，两个人，两个人也，得把他头发给拿过来。头发都放在前面，可以，好，就这样。你头发也放在前面，好，这样吗？对。头发留着，留前面行，这样吧。看不见，好，看见。带笑一点，笑一点，笑。好，可以，很漂亮。瞧一眼。嗯。漂亮，好。行，去吧。怎么回事？来来，前面扎起来。啊，因为他妈那条头发就是中很差了，一个不是差就不差了，完了意思。不是那种，我这是排上去，并不是用上去。啊。那、啊、有什么呢？这垫底了吗？咋期待来的是不？嗯，记得了。把它拔了。一个半小时，那很快了吗？我还帮俺娘吃了，那家炒挑着嘞。你我说不，我说让你放一杯，你非得扶他放在那会儿，你也放在口里边，人家不敢吃嘛。你一下就退了。不敢吃啊。就这样剃就不要就不要钱了。那么你给他换一个位置，你给他换一个位置，他先剃。我也剃了。你先剃。剃吧。早不是剃了。行，我给你，你不就是想能就是配得上吗？配得对，就是尖一点嘛，对吧？行，那肯定没问题。你不贴在手里了，能晒着？他贴着头皮给你绑起来了。很好剃的，过来看，很好剃的。我看见没剃。嗯。没剃，剃的不好。
剃的还是刮的，嗯，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要刮了就好看，不刮的毛毛糙糙的不好看。啊，你给刮凉了的没有？这冲，没了。嗯，先试两回哈。试的。拿走吧，帮我拿走。嗯。哎，小秃子。别动了。没多少。一点。这个腿上还四分之一。嗯。你我那剃秃子这个主意呢，有不小孩不想剃的，咋不舒服啊？不痛的呀，嗯，有点麻是吧？嗯，疼倒不疼，疼不疼？一点一点不疼，疼过了，麻了，这个就换了刷出来。你当切就换了那个刷刷啊，也不往里面把带垮了，你说你差不多得当他千万当那些什么呀，切的时候直接长脱发啊，这脱发你有不能长得快啊，切的长得快是吗？嗯，为啥没出来的放盆里的东西又说把我拿一下手，你手里有没了，你手里有没了，看着他掉下来了，你要连着拍古装连着拿的是不是掐到那一块正好有没了，有的啊，有还我从眼上能上卡下来，你进来的从那电视的时候拿下来就和那个我想起来那个河流的那河磨的那啥的，瞎脸瞎脑袋挺大的，哎呀，磨了，嗯，没有，喂，你那是叫是吃饭什么？好凉快嘞，你看到了吗？刚才你看，就是人民东路小人民不是东一路小区往前走那个十字路那里，路东边，那贴开了，啊，那裤子还贴开了，贴前头了。那裤子贴墙上，那里头我贴墙上了。就那一个人，人家啥人？俺父母他那地方也是啥人？啊？不好看。啊？啊？不好看。没有事。啊？啊？这个东西宝宝，你这个我没看。他那头皮上一天一直扒拉扒拉了，对吧？对吧？他头皮他头皮很好，好吗？嗯，很好。他跟我都是破伤了，那都他还不给我吧？你拿个毛巾。毛巾，好，你去厨房间了，给他剃。你先去抖一抖，擦一擦。上那擦擦的。一会儿剃了，怎么说的话？他剃谁呢？你背面，我背面，背面，你背面，嗯，脚放在上面哈，没关系。啊，没关系。剃裤子还看不见，剃前头。哎，卢家宝，刚才你剃出来，应该比往年时候好看点。为啥？我那腿也大。我那腿也不小啊。嗯，可以啊。哎呀，我不疼，我受。喂、
这次就断了，你剪。哦，萝卜等能出发啦，一下就到了。冒着啊，妈妈回家干嘛了啊？哦，行，好了。开了吗？开了，开不出。不是，我说下来了，厨房。吹了还一点点。不要快，真要快。哎，你是不是往后边都往后边都倒吗？行、啊。你应该比往前时候开来了。说实话，你后开，就这后开的不够那个。看见我就知道也啥用了。哎，这样我就刚才出来了，哈哈，挺多的。我就憋过来。你出来了。我就把这憋过。你憋完了。喜欢的，因为会大火桌上不好看的，我怎么又穿能干净了，也来得不到。这还就不干净呗，还在裤上上用。在裤上上。哎呀，你看头发，哎呦，待会得弄点东西。叫我撇掉，你那光头也能行。你待会要让来看看那点裤啊，点点裤啊。讨厌光头，我撇都看不见，谁不会的？转过来，那要换一把。哎呀，下来的凉，哎呀，光凉了，好别扭。哎呀，嗯，这盒子弄的也挺贵。这我屁股，到底弄个足球，你来两下。我愿意，让你那给那位。好了，我能忍了。你不会看小伙子的了。你往前就刚出去之类的好苦的呢。行了，刮疼吗？不疼，不疼。疼呗，也是有条红的啊，不讲，稍微刮一下，嗯，他看来就是头发，你又是跟你弄的一样，有你以为你很，我在那，嗯，这是刮的挺好的，两块，下边两块，他不行，他也不刮了，王老师重新装新，不是，你重新，嗯。从头做起，哎我那一年闲过去，也差不多这么长了不？我只要拿这，就这样，只要拿手里面呢，削一下子削来，我简单还叫，扣了就长。那头发比这头发好。让他去，让他去，现在不能动。嗯。疼。
是那古装的也是那样的光头的。是的。看看头发晒，捋轻了是吧？他就捋啊。长时间不加阳光，就能加加光了。嗯。现在每两天也不能吃火腿。啊，谁说的是？那不行，那不放水，不要洗了吧。嗯。戴上头发，一个人看不出来。就怕有风啊。哪来的？哪来的？哪来的？你也是干了的。哎，等一下。我给你老打电话，等我马上给你回过去，行吗？嗯。嗯。哎，还比能说东西，那个挺舒服的。比挺舒服啊。嗯。这个身上那得小毛爪爪的。嗯。捏我身。哎，如家能夸得够干净，你这夸得不如能，如家能夸出来干。哎，你这他说夸不了你。什么脑袋有毛病？不知道。发质是应该发质的，知道吧？
后当时我那楼上是不是欠费的？没，还是充电。没开机好像是。要不就没开机，反正是没打通。那你当天休息嘛，那个也没打通。要不等会再打呗？啊？你作业写完了吗？没你玩儿啊，那你玩儿呗，啊，来。等会儿你也吃多点，提着，提着咱俩睡这么快。投影机投啥东西？投地下面，投在地。不行了，哪有那么压抑的？处女不是人。哎，你别说，你也能是陆家口看的。啊？那不对，不陆家跑出去看刚亮呢。是吗？嗯。后面挺亮啊。你这这这，这么少？你上厕所这都。离两个近。啊。两个镜头能照上。你看前边看的，前头不行。嗯，你看上次那个咋的？啊，亮的好啊，这我营养好了。嗯。这样看都挺好的。你过来，过来呀。嗯。啊。让他去啊，宾馆里可以洗的。成衣外头的。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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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你休息一下啊。嗯。嗯，也比较累的。嗯。地方的感觉怎么样？嗯，很凉快。很凉快。
刮了也就那样。刮了像现在像清朝人一样。嗯。啊。嗯。清朝人就是这样的。嗯。头发。哎呀，那会细就行了，长手不好。长不下来。嗯。那小的你看。马上是马上是那样的。那这不行，还能听到声音来着。不是，我那天咋从老是？这些贴，贴的小纸的我看是，还在百度放了，热了都没写。嗯，这些花啊，真是，嗯，随便。我涂皮，嗯，不涂皮，再拍一个。你回家刮。你别给我刮，就往那放了图片上行。你咋哭了？嗯，你吃的好点。关上了，你不要紧，关上。嗯，我不敢，别，让它疼。别，不会刮的，它挑着疼。哎，你看人家靠这比那，你看靠这黑不溜秋的。拿出来一下子就行。
真的真的没有。亲了，我咋不亲了？嗯。不要谁。嗯。把水更干净看。嗯。我那房子没进。嗯。啥东西啊？然后是别人。别人弄我身上，哎呦，正好把还不用开灯了。嗯，对对对，然后我说我小时候疼，真的吗？哎，比如说今晚上他不是俩小哥，我一开门，啊，那种说。轻松很多啊！不是，手不上什么感觉来着，头皮上。我看了下图上，就那个图上，大量的白痴在那啥。真的，这也怎么了？你没吃饭啊？没有。没有。我这有个奶，你喝了没？啊，三点，你去喝吧。太好了。你又喝假货了。那一天买的呢？你没喝？没喝。头皮还这么多了哈，嗯，你说让咱领张新头光滑，他还有头皮了吗？头皮屑了吗？有呢，手也洗呀，手只不过是，手应该手，哎呀，还我操，真疼呢，现在有点疼了，嗯，是不是干了？干都是干，都是干了，都干了不？这干了，这不直接干了，这个地方不疼，就是刚才那个地方疼。嗯，他那头皮了以后过来。不是你理论挺有意思。嗯，你理论也很有意思。哎呀，都一个样。骗你啊！
吃了土鸡看着就都疼起来。看着小心里边。嗯，是。九点多了。九点多，九点几啊？九点冷。啊？九点冷冷了。嗯。嗯嗯拿不了我。抓紧时间。你几点的车？我四点多的，四点半。十点半，十点半啊！来得及，来得及，十点半，这离车站近。嗯，这离车站近。离车站近，十点半，这么早。参加都没结束，那都不属于几名是吧？那属于几名？嗯。我说你从双汇到通车累用几个小时啊？我主要是喜欢玩。有这样偷地下工作呢？嗯，你看，你看那地下就是疼，你看那偷啊偷啊。嗯，哎。啊。其实还挺不错的。嗯。不穿，还能早睡觉。不是那平运动吗？是，我好不动，我都好不动，太酸了。我好脚盖去，我说有点酸。没有，你起来了。你搞站过来，站过来。是吧？你等你搞完，你搞完再。底下不是硬邦邦的。对对对，不要动了。放个中间。
气都不行。嗯。难怪现在能买上两个都比较痛。大家还有两瓶什么食品是吧？进吧。嗯，进来。坐过来，坐这过来吃。然后我从中间再抱来。啊。嗯，抱到哪？谁知道嘛？到我心目中呀，真的。他打哪？嗯，他现在靠的很，靠的。哦。那你给我好些开机啊！啊，好些没开机是吧？好些没开机。喂，你听不见？啊，我说你好些没开机啊。那万老师他还咋回事呀？我寻那个上来潜水来，你说不会呀、啊、那老师，那不客气啊。今天你有事了吗？那我寻思打电话来，说那小娇子也送他，到上你那边去，行不？嗯。那咱你说下午再说吧。啊，到下午再说吧。我也不上班儿。啊，我下午才上班嘞，我这没上了吧？啊，行。啊，我不知道嘞。等我再给你打，你出去吧，你出去吧。等我再给你打电话呗。啊。哎呀，你舍我有吗？还没上电话。从一楼啊，
手上的菜啊。嗯，行，没了。今天我在地方了哈，那地方把我头发给剪了。人给我抹抹，给我抹抹，给我钱。给我钱都住那个啥，你回家就看我变个啥样了就，行。煤量多少？煤具体多少？煤具体多少煤量？你都不能说的。行，好嘞。好嘞。把头在那拍着，拍头吗？大白了，我不老实，上头发上了。下班没老实哪去？太多了，比我这好几倍的事。不如咱俩唱。但是他那粗还粗。一个木能长三根还是四根头发？三四根。
不好的。刮胡子的。头皮上刮胡子没关系。你看你们这，我想完以前我刮胡子时候都是狂的，好一堆。你好凶。有点乱，兄弟。刮胡有点乱。我啥时候头皮不得被这个东西喷了？今天还是好，他好了，嗯，他没刮破，你、嗯、刮破了一道。嗯，那可能有陪同的练人吧。这个，我的天。那是电视的东西。我看了东西，这直播上显示挺多的。不要开电视机，我听声音的这个。听声音。听刮风。听空调，空调啊，不有声吗？你开空调啊。啊，你能看见热。看电视不要看热也。不开电视啊。可以开空调。开空调了。啊、嗯、啊，可以。啊，你出汗了都。没嘞。嗯。主播。没嘞，出去了。嗯，别动哈，出去了。别动啊！有喝了，喝了。嗯，刚喝了。那他下来。不要紧，没关系的，就是说，慢慢吃。好。刚刚不好吗？嗯。我这儿也疼了。不不不。这个也疼了。嗯，好了。我就是。那我手头皮了。清，拿张纸清一下，洗一下就好了，没事的。哎，刮完了啥了？你等等。刮破，男的胡子刮破多了。那、啊、你夸完，我说夸完了，然后再一块，一块重新，啊，一块重算了。啊，你去洗一下。去洗吧，人家洗了以后。你给夸完了。看，进去吧。嗯，都在这边，都在这。挺高挂的，这是摸着摸着的，那大师下来那我这是摸的，嗯，不是那正单子，就是呢，先不拿卡啊，不拿卡，听我，留个音，又那给你上个线了。你横我这个长时间了是吧？你电话那小伙子挺火啊，其实我看着。你在这儿不没钱，那我就不是瞎练了吗？也喜欢。也喜欢，他喜欢这个。我没明白呢。嗯。不是我的。这这个年轻的。
下这个头发长出来一点点之后，你睡觉时长真好。长得好。肯定不得劲是吧？嗯。感冒。嗯。这边有东西没事情。远点，现在。远一点拍，咱们远一点，嗯，就这样，这样，这样，拿着我要拍它下来，掉下来，嗯，掉下来，或者这样点，嗯，不要拆，干脆拉掉算了。留那些，留那些，留。完了，再留两米。